亚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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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猫蓝火那个哒哒哒哒哒。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我身上是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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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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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怎么打的呀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逼！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结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我买10把就行。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放到我还是最后一句话，我最后一句话。我爱你，如果我料到一开始你就跟着我，那我就失去了让你纠缠的希望。